南都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范丞丞，现在我来挑战快问快答的问题。我觉得最难忘的时候应该是，我们100个人到60个人的时候吧，就是那个时候还就是蛮难忘的，就大家都就是走了一大半，然后还是挺伤心的。我想跟小鬼 PK rap。我天哪，好，3、2、1，我觉得呢，我不行。什么导师里面？我觉得未来呢，我希望我能跟孙红雷哥哥合作吧。我觉得是性格吧。我想跟 PD 当室友，因为我不知道 PD 在生活里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还蛮多的，我喜欢吃鱼豆腐啊，然后关东煮啊，然后有火锅啊，还有什么都行。我最近在为了下一个舞台努力减肥，但是还没有进行，只是想了一下。绝地求生，其实当时我真的以为那个摄像机没在拍，但是说实话，比起成妾，我还是更喜欢成星一点。我是听错了吗？我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啊？遇到这问题，我要是先不沉啊，我自己的话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，就是感觉小小的那种女生吧，就是那种可爱的那种，对，就会想让人保护她那种。这段时间，然后辛苦你们一直为我投票，然后谢谢全民制作人们，也谢谢我的成星们。然后呢，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然后你们不要感冒，然后呢，一定要吃好喝好，每天开心，爱你们。Make up.